十五乱跑，要让对方乱跑，记得跑，要听我。看我特别跟大家说明哦，如果五局上半进行，一队领先10分也是要口斗的 safe， 现在彭春跑三垒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，跑，还有还有还有，结果二垒那边 safe， 彭春跑回来得分。走了，那手一下子没有接，对，那个弹跳是来不及了。今天要注意停飞球。第二棒是曾毅翔，他前一次的有了有了，有出赛抛二的飞球，李飞，打击的曾毅翔，他的野手然后进去上一垒，现在是一出局，要轮到的是第三棒的郑敬兴。一翔一样哦，平飞球要注意哦，接到没有跑哦，直接的。郑敬兴有了有了，可以。击球，乱跑，要让对方乱跑，记得跑，要听我，看我，好不好？红队的第一场比赛，其实很多分数也是趁着对手防守下来飞过去的情况之下跑回来的。好，现在两出局，有了，打得非常强，停，没有办法守起来，会大量失分。漂亮！也结束了一局上半，黄队的进攻是攻下了三分，想上场了，跑三垒，奥斗，好了好了，对，我裁判判定是黄豆，因为其实刚刚小豹已经有踩到垒包，不过他是离来了两人出局了，被碰到了，所以裁判奥。现在轮到在场上打劫是第五棒的文宇飞。每人出局就上一二垒，到现在两出局了，在这边的盘掉，奥斗，红队在一局下半的进攻没有得到分数，一局打完是0-3，三分落后。跑了跑了跑了，那个安安稳稳的站在一垒额，一下原本二三的跑者都相继回到本垒得分，就轮到的是来哦，放的壮壮啊，全民运动漂亮，第一位女队长，哎睡啦，好，看起知道通往一垒刺杀了壮壮啊，结束二局上半了，黄队的进攻这个半局又追加了两分，李汉之他有一个弟弟哦，就是职棒球员。张喜卡对，在乐天桃园担任投手，没关系。杜武少还刚接那个球，很烫啊，接不住。到第二棒的叶慈玉的打击机会，哎，好球！三垒跑者回来得分，目前是1-5，四分落后。重心低一点，小台的打击，漂亮！两人出局了，黄队又把握住了，两出局之后，刚刚看到的是在跑垒员，二垒跑垒员是在守备的后方去触碰到球，所以是属于比赛进行中。如果是在守备员的前面触碰到球，才有构成妨碍守备，所以只有给予一个人。耶来！哇哦！
次抓到直接踩三垒。在三局的上半，黄队又追加了两分，出局一二垒黄队，出局了，出局了，是第五棒的陈一。轻轻一打，结果黄队轻松掌握到这一球，三出局。在四局的下半呢，黄队有两支安打，但是没有得分。安打，啊，漂亮啦 ！Yes， 阿贝雷，停停停 ，OK， 好，黄队三垒跑者要得分了，是出局之后得分，两人出局了。张家生刚刚那球想要直接把他接杀下来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两人出局了，9-1。这次轮到了进的打击，特别跟大家说明哦，如果五局上半进行，漂亮，对，领先十分也是要口斗的 ，safe， 现在红军跑三垒，继续跑，继续，继续跑，跑，还要还要跑，还要引诱，结果二垒那边 safe， 红军跑回来得分。现在如果黄队再得漂亮的话，比赛要提前结束啊！结果歌舞笑，结果歌舞笑台又爆炸，自动爆炸，歌舞笑台形成了第三个出局数，似乎也避免了这场比赛红队被扣动。轻轻一推，三垒那边，下个两垒，好球，好球。除非是直接被接杀，不用跑了，不然的话是一个强迫进垒的状况。冲啊！抢穿了，亮哥回来，穿三垒红鞋，红鞋来下二垒。红队这个时候追上反攻号角，完了 ，OK， 他们追不到你走，结果进球。张家生遭到了刺杀，比赛结束。这场比赛呢，最后。黄队击败了红队，拿下了五人制棒球赛的胜利。